咱来交托体验文，体验文第一篇，正式来表明体验文第一篇，我来替阿姐来念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，互恁参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，上主咱的上帝是何等的上主。第三，恁要全心全情全力。我今仔日问恁，这个话要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都会来收听，我会听你听。搁着握伫手内做记号。就写伫厝的门徛，是咱来恭听上帝话。今仔日圣经十二位第一个记载伫创世纪十一章一十到五十。创世纪十一章一十到五十，我用台语汉版来读。第一章，彼时天下的口音言语拢一样。因刷起当时的时阵，伫西那地拄到一片的平原，就住伫遐。第三章，因大家常常讲，来啊，咱着做砖烧互伊烧。因有砖通替烧，搁有石油通替灰土。第四章，搁讲。来啊，咱就起城甲塔，塔塔顶拄天，为咱立一个名，免得咱四散伫全地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塔。第二个圣经在记载伫《天王台牧师》四章七十到八十。第七节，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，已经尽跑走的路障。已经修所行的道理，打了后有伊的引流，甲我陪伴下的，就是主最公义的审判师，伫迄日要予我，毋若要予我，嘛要予记那希望伊迄天的人，以上，我想祝福听伊的话搁去听的人，这是咱来应付，圣经应付咱来。看来念《天母台教书四章七十到八十，我已经精进好的精进，已经尽跑走的路障，已经修所行的道理，打了后有伊的引流，甲我平安下地，就是主最公义的审判师，伊一日灭我。